2023好声音最新一季开播，四位实力导师互相翻唱成名曲，一开口场面堪称神仙打架，网友调侃实力顶流唱功确实强。第一位薛之谦，难再续啊，都难再续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，再多一点点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第二位周华健，像风一样触摸时温柔流淌，心全我所有抵抗，不急着要我投降，你不就像风一样掠夺时傻傻着想，可惜我自投罗网，你也就没什么骄傲的地方。第三位刘宪华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紧紧跟着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，它不会沉默。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住我，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。第四位潘玮柏，想